兄姐妹早安，今天早晨让我们一起带着信心来宣告，来敬拜，宣告神的得胜在我们今天的当中要来彰显。 Amen。 我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的话语，我知道你与我同在，你是我的力量，我是个我的拯救，领受你的应许，我相信恩典够我用，每一天你圣灵将我围绕，带领我全力为你梦想燃烧，相信恩典够我用，每一天你圣灵将我围绕，带领我全力为你梦想燃烧，我已得胜，我已得胜，就在耶稣基督里那永恒的江山。
主啊，把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要来向你呼喊。主，谢谢你，主啊，你呼召我们来，主啊，是要得那个在天上永恒的奖赏。主，是的，主啊，帮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竭力的为你来奔跑。主啊，帮助我们，指教我们，爱惜我们的光阴。主啊，在每一天的里头，克服我们原本的惰性。主啊，克服我们原本老我所带来的不好的性格，所产生不好的影响。主啊，让我们天天因为扎根在基督你的话语里面，主啊，而能够得着那更新、强壮、有盼望的生命。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早 安，我们要来宣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得胜的。哈利路亚，我们已经是得胜了。什么是得胜呢？得胜就是要发挥属灵的影响力。我们如果要经历得胜，那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属灵的影响力，我们才能够进入在那个得胜的里头。什么是影响力？影响力就是用一种别人乐于接受能够理解的方式去影响，让对方的思想或者行为带来一个改变。属灵的影响力是从上帝而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影响力，我们才能够真实的过得胜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生命记的34章1到8节。我们要来认识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得胜就一定要来克服我们生命的一个惰性。今天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皮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赐给摩西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他说，我必将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的眼睛看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就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天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眼睛也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居上哀哭的日子就满了。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进到迦南地。他们在摩押 在旷野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干嘛？他们在那个地方，摩西领受神的话语，领受了十诫。他在那个地方，在旷野的地方，他们战胜外邦的族群，他们领受了神的话。摩西也在旷野的地方教导以色列人要来遵行神的律法。他在旷野的地方也设立了领袖起来治理以色列的百姓。我们就发现摩西的人生大半的部分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做神要他做的事。我们就发现什么是属灵的影响力，就是做神要你做的事。今天的经文来到生命记的34章，已经是最后一章了。这边记述着摩西准备要进入他死亡的一个历程。我们也看到摩西在此时此刻他也死了。我们就看到今天的经文第一节这样子告诉我们说，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皮斯加的山顶。我们发现我们要有属灵的影响力，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效法摩西的，就是克服我们的惰性，突破我们的老我。我们看到摩西他年老了，他还登山。摩西很爱登山，我们从圣经的里面看见摩西是登山的高手。他的一生大概有登了8次的山，在圣经里面的记载，他登了西乃山，他登了尼坡山，甚至到了皮斯加的山顶。摩西是一个登山的高手，他有很好很丰富的登山的经验。而这8次的登山的里面，圣经记载他有2次是登山的时候有40的昼夜，他不吃也不喝。他为什么不吃不喝？圣经里面记载不吃不喝，其实的目的都是他来祷告朝见上帝。我们就发现其实登山啊，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很多年轻人跟着父母去爬山的时候，都气喘吁吁的说，啊，我下次不要再来了。
因为登山其实不那么容易，很辛苦很累，其实有的时候也有一点点无聊。摩西很爱登山，但是我们发现摩西登山他并不是为了要去强健他的体魄，摩西的登山是要去朝见上帝，他渴望到山上去，去领受上帝的话语，去领受上帝的修剪，去领受上帝对他生命的一个更新，他去那里悔改。这个登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上升，是攀登的意思。不只是这样子，还有一个意思是可以遇见，可以造访。我们也知道如果今天我们要登山，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必须要离开此地，我们才能够去登山。弟兄姐妹，这个登山还有一个超越和越过的意思。弟兄姐妹，我们要培养这个属灵的影响力，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是需要离开现状。有的时候现状可能是我们的惰性，有时候现状可能是一个老我，有时候现状可能抓你，把你抓得紧紧的。但是如果我们渴望发挥有一个属灵的影响力，我们需要离开此地，效法摩西。摩西到了年老了，将近120岁了，他还在登山。他知道他的生命不能一直停留在那一个此地，因为在那个此地待久了可能会发臭，在那个此地待久了可能会发烂。他知道他必须离开此地去朝见上帝，他要去的地方不是在这个地方只有自己或者是他自己享受的一些东西，他需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有耶和华同在的地方。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学习，摩西是一个不断跟随上帝的人，他一生都在做上帝要他做的事，所以我们看见他到老了他还在克服他的惰性，突破他的老我。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箴言13:4告诉我们说，懒惰的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懒惰的人一直站在他自己的位置上面，他没有办法得着什么，但是殷勤的人他会得着丰裕，因为他知道他要走神要他走的路。我们也看到罗马书12:11也鼓励我们一件事情，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殷勤不可懒惰，心里要时常火热来服侍主。因为要有属灵的影响力，我们就必须要克服我们的惰性，突破我们的老我。圣经里面也这样教导我们，新酒要装在新的皮带里面。我们来想想，我们的生命此时此刻是处于旧的皮带还是新的皮带？神有一个新鲜的酒要装进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必须预备好我们自己，才能够领受那个新酒的浇灌。第二个，我们看见摩西他还做一件事情，在圣经的5-6这么说，5-6说，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我们发现摩西有一个属灵的影响力，是因为他竭力的保守他自己，渴望得神的喜悦。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摩西他死是葬在哪里？是葬在伯皮尔对面的谷中。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期，他们经常的得罪上帝，他们发怨言，他们不信神，他们高举外邦的神，他们甚至造金牛犊，就连摩西的哥哥亚伦也都让以色列人任意妄为去造那个金牛犊。但是我们看见摩西有不一样的生命，摩西他仍然持守要尊耶和华为圣，他登上山去祷告，去敬拜，去进食，来亲近跟随神。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伯皮尔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在民数记25里面说，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在那个石亭的地方，在那里百姓和摩押的女子起了淫乱，起淫乱的地方就是伯皮尔，他们在那里一同吃献给外邦神明的祭物，也在那里跪拜他们的神。我们就发现摩西死了要下葬都不葬在那个与恶有连结的地方。摩西活着的时候很有骨气，摩西活着的时候很有影响力，很敬畏上帝，摩西连死了都死得很有态度，不让自己与恶有份，连死他活都要活出神子民的样式，死都要死在上帝的怀抱的里面。这好像
约书亚最后跟摩西跟以色列人讲话，他们在约书亚记，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的十五节，他跟以色列的百姓说，若是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你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还是你们所住在这个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约书亚说，但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再一起来思考，神所呼召的人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就要有属灵的影响力，我们需要克服我们的惰性，突破我们的老我，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竭力的保守我们自己，好像摩西一样，渴望得着神的喜悦。最后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祷告一件事情，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克服我们的惰性，突破我们的老我，破除那个旧的生活、旧的行为、旧的习惯，能够改换一新，成为新的皮带，盛装耶稣基督这新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得着更新的生命。我们开口为自己来祷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啊，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影响力，主啊，让我们能够克服我们的惰性，主啊，好像效法摩西喜欢的战士，是顺服耶和华，是属神的子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来克服属灵的软弱，也帮助我们不要犯错，这一章的帮助是一章的实质，让我们完全突破，超越这一章的软弱的魔咒，是属于你的属灵早上。主是的，今天早晨我们求你来帮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可以愿意被你来更新，愿意让你介入，愿意让你来翻转我们的生命。主是的，主啊，叫我们真的是我们能够快快的来回应你给我们的提醒。主啊，当我们在读你的话语的当中，当我们在祷告的当中领受了什么样的启示，领受了你给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调整与改变，主啊，就让我们在那一刻我们就顺服下来，主啊，以至于我们做出这样的回应，我们的生命开始突破，开始更新，开始改变，突破旧有的习性，突破我们原本思考的路径，突破我们原本行事的模式。主啊，是的，你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突破自己变成一个新的皮带，主啊，能够来承接你要给我们的新酒、新油、新的恩膏。我们谢谢你，主。是的，主，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要来下定一个决心，是主啊，我们真的想要改变，主啊，我们真的想要克服，我们真的想要攻克己身，叫声服我。但是主啊，我们的里面需要一个力量，主啊，我们的里面需要一个转化的动能，就是主你自己的同在。主啊，是的，我们靠着我们自己不行，主啊，但是我们靠着你，我们可以。主啊，因为耶稣，你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所有的一切。主啊，我们现在就要相信，主啊，你已经为我们得胜。主啊，我们只要紧紧的来跟随你，主啊，我们渴望盼望的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新的皮带。主啊，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 Amen。 我们来祷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追求与众人能够和睦，并且我们渴望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得见主的面，以圣洁为装饰，让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开始为自己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追求圣洁，主啊，让我们追求圣洁，主啊，让我们活着的时候渴望圣洁，主啊，好像活着他死的时候也不要与恶有份，主啊，帮助我们突破我们的困境，主啊，不站在这个地方来限制，来想耶稣，主，我们赞美你，主，来到你的面前帮助我，主，今天让我成为一个爱人的人，主，让我成为一个愿意与人和睦的人，主，即使我里面有很多我的个性，我的感觉，我觉得我自己很特别，没有办法跟人家融入，主，但是你的心意乃是我们与众人都能够和睦，主，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的心里有从你来的圣洁，主，让我们今天一整天，我们不管所说的所做的都要讨你的喜悦，主，因为你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的面，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圣洁，以至于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唱的，我们所敬拜的都能够来荣耀你。耶稣，我们赞美你。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愿你在今天早上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圣洁才能够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渴慕圣洁。主，我们祷告你把一个对圣洁的渴慕和一个向往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就对于这件事情不是觉得困难，不是觉得不想面对，而是主，我们对于圣洁感到兴奋，感到期待，因为知道当我们成为圣洁，我们就可以得见主的面。愿你帮助我们在今天一整天当中，我们要因着圣洁来到你面前敬拜，而且得享你的荣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吧，我们接着来祷告。我们跟主说，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可以被分别为圣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仍然可以过一个圣洁的样式，我们总是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所思的、所行的、所做的都来蒙主的喜悦。好吧，我们开口为着自己的行为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主啊，帮助我们做好圣洁，让我们有圣洁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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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拣选了我们，要为列国万民来守望。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你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你的子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看错了，追求这些恩赐是要来服侍你的百姓。主啊，求你时常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让我们所思所行都蒙主你的保守。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将我们分别为圣，因为我们是圣洁的族类，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不是效法这个世界，而是效法你的心意。谢谢你，我们感谢赞美主。主，我们宣告我们就是得胜者，因此我们可以克服我们的惰性，突破我们的老我，我们可以竭力保守我们自己，为要得神的喜悦。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已得胜，我已得胜，就在耶稣基督里，因反从神圣地就胜过这世界。我不动摇，我不动摇。